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终界龙之后。今天我想要做什么？上一集我完成了这一个嘛，入口胸前标志，入口处盖出一个胸前标志，结果就盖了一整集，不知道为什么搞了这么久，就盖出这个贝壳形状的屋顶。然后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我的胸前标志，就这样不解释了。那今天我想要盖墓园，对，我要纪念死去的我。我不知道现在秋风是几世了，所以我要在终界龙之后纪念死去的我，所以我应该在这边盖一个墓园。那墓园旁边一定会有教堂，所以这就一口气盖墓园盖教堂。那今天我看一下我有什么资源好不好？没有，什么资源都没有哦。我唯一很多的就是玻璃，上一次盖剩的玻璃。玻璃教堂，教堂有玻璃彩绘，好像不错哦，好像很不错。好，我还有很多平滑安山岩，石头，花岗岩。好，很好，还有很多铁锭，非常好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也不知道盖些什么。还有石英砖，我先去选定一个地点，然后再决定要盖在哪里好了。我决定把教堂盖在这个，就是这一块，盖在这一块上面。然后有可能会把这一块打掉，这一块就是远离本岛的一个，有点像空岛吧，就盖在这里。我的教堂，那旁边就多出来的就可以盖墓园，那主建物应该是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去盖吧。Tonight, who are the hero?再一次的回到这熟悉的世界，但是这一次规则已改变，以我的终点站已转为起始点，你不停涉水探索冒险，就往上游泳。无尽的战斗在轮回中不断循环的终结拼搏，往新的场所只为了与你再次邂逅。这一次我决定要做石英半砖，然后做成浮雕石英砖，用浮雕石英砖来盖。哇，又是大手笔，大手笔啊！没用过的材料，来试看看。我在盖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在这边辛苦的盖，你们就在那边一直吵，是太容易看到了是不是？哇，他们真的一直盖，一直吵，一直盖，一直吵，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，吵死我了！走开啦你们！正门外观盖好了，这个就是我正门的雏形。那之后呢？就这样往后延伸，那会有一个钟楼，那上面放一个十字架，那这里就是我的大门，我就可以这样走进我的教堂。这里就是教堂，然后教堂延伸到不知道。应该会盖的比这个宽一点吧，到时候又要自己再补了。那这里多出来的这一块就是我的墓园，旁边这一块就是墓园。那下面之后会全部都挖掉，这里就是会空空的虚空。走路过来的时候就要走这一座桥。还有我发现这一次因为这里没有点亮，然后盖的时候这些安德一直在乱。搞得我十分不开心。
我去找一下火把。麦够来乱啦啦，好不好？给我找，滚开，滚开，滚开！把这里全部都点亮。一直乱，一直乱，一直乱，把这里全部都点亮，整个岛都等点亮，让你没有地方站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噔噔，没材料了。目前呢，门口的支架立好了，那这一片也盖好了，那两片屋顶，我打算是盖大概五片吧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片。可是目前盖完两片就没有了，这个留下来的地方是要补玻璃的。要用什么颜色的玻璃好？淡蓝色吗？如果用淡蓝色的话，好像跟原本的这一栋有点像，对不对？直接用透明的好了，也不需要什么染料。可是我还是喜欢淡蓝色的。好了，用淡蓝色，用淡蓝色，说不定我以前还有剩下的，还可以继续用。奇怪，我以前用色的淡蓝色玻璃去哪里了？淡蓝色玻璃。淡蓝色玻璃，怎么都不见了？我一定有用剩吧？放到哪里去了？淡蓝色玻璃有吗？只有淡蓝色染料。玻璃不见了，玻璃你去哪里了？怎么不见了？难不成我用的这么刚好，一片都不剩哦？这。骗谁呀我？那目前我只盖成这样，工程浩大，还没盖完呢。唉，我等一下再去挖石英，顺便挖一下那个花岗岩。对，这要还要蛮大量的花岗岩。还好我上一次烧很多啊，烧很多玻璃，自己做没有就自己做。还可以再做多少个？一组多哦，缺了，缺大了，连玻璃也不够了。我这个教堂想用整面的玻璃，让它有穿透感，看来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。玻璃也用完了，完全不够啊！真的，亏我还用那个弄成玻璃片，玻璃可以片可以补比较多，结果还是不够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。又不知道经过多少寒暑，我们终于收集到了一些材料。哎，人生还有多少寒暑可以这样子收集？我们的教堂，赶快盖吧！我们终于把教堂的一半盖好了，就是这一半，这一半还没盖，这一半还好空哦。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教堂内侧的一半，才盖好一半。我怕我的材料撑不住另外一半呢，怎么办？害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希望撑得下去，继续加油。
两边的墙都完工了，哦哎，那个教堂盖到这边也快要完工了，就剩下这一面的墙。这一面的墙，我打算用彩绘玻璃，绘制出那个我大战中介龙的情景。有梦最美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有梦最美，这个你说它是教堂也可以，说它不是教堂也可以啊。感觉就是差了一点什么，再改一下，我在这里盖一个突出物的钟楼，然后在上面放一个十字架，这样就更像一个教堂了吧。秋风，我已经把中间第四个的屋顶中间这里开了一个洞，让我能做一个钟楼上去。哦哟，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不是摔死啊，担心我的材料不够，还有60颗，应该够吧？希望啦。剩4颗浮雕石英砖，还好够，剩4颗了，这未免也太紧张了。够就好。哎呦，有像教堂喽，有像一个教堂喽。因为有十字架，所以有像教堂了。这就是我的教堂外观。我现在只要把那个彩绘玻璃完成，就应该可以算是完工了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入口处的玻璃还没补。入口处玻璃片，有穿透感，有没有？故意用玻璃片，哎，多铺了2片。不行。我们那个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。现在要来盖这个彩绘玻璃墙了。盖完这个教堂，应该就可以宣告收工吧？等一下，这个地板要不要改一下？先把彩绘玻璃墙盖完再说。这一次我准备了黑色，中介龙和我都乌漆抹黑的嘛，还有蓝色的天空。虽然中介的天空不是蓝色的，如果也用黑色的就无法区别了，所以做了一点蓝色的天空，还有紫色、洋红色和黄色，黄色也有妙用，和白色，目前就1、2、3、4、5、66个颜色。我发现白色的玻璃好像太亮了，应该要改成灰色的比较对。哇，那两个白点太突兀了。我去弄一下灰色玻璃。我做完灰色玻璃之后发现，灰色玻璃跟这4种颜色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这个是白色玻璃，这个是浅灰色玻璃，这是灰色玻璃，黑色玻璃。感觉没有差很多啦，然后我也做了一个橙色玻璃和棕色玻璃，黄色玻璃又多做了一点，总之又多做了很多玻璃出来，就为了装饰我那一面墙。彩色玻璃墙完工了。我就不用讲得那么清楚，大家自行意会，不用言语形容我的彩色玻璃巨作。哎，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我在盖什么吧，还 OK 啦，我已经想不到更好的盖法了，所以只能盖成这样，大家自行想象啊。那个现在呢，我就把地板改一改，改成这种石头，然后在这个教堂里面空空的不太对，这里要有一个那个什么祷告桌，然后下面有一些椅子，这样应该就应该完工了。挖掉再铺回去，感觉好像整齐明亮了不少。这个中介石砖和中介石
感觉就是有差哎、欸，感觉整齐多了。等一下，我在上面放椅子。来做一个附魔台，放在中间。哎，有了，可以开始正式传教了。你今天信教了吗？还没有完工啦，我们还要做那个墓园。墓园大概就这么大块，这样围出来这里。那墓园上面没有墓碑，感觉怪怪的。随便放两个，这样会不会太随便了？然后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想让整个教堂旁边都流水。在流水之前呢，我应该要先把下面这一块都挖掉，对不对？在流水之前，哇，工程好大哎、欸！我的天哪！原本连着中介主导的这一块都被我铲平啊，终于挖完了。接下来，我想在那个教堂的四周围倒水，让这个有漂浮在水中的感觉。好，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单纯是因为我想，而且我真心觉得倒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很安全，真心这么认为。慢慢的倒，慢慢倒，我带了五桶，好像不太够哦，应该要做一下无限水，不然倒到什么时候？秋风做了这么久，终于接近完工了。教堂加墓园，太令人感动了。只要再安插上几个墓碑，就应该算完工了吧？那个，我有死掉吗？我以前挑战中介龙的时候有死吗？好像死了很多次哎、欸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放几个墓碑。那就象征性的放几个好了，象征性的放几个，纪念英勇的过去。看人都没死，碑都立好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差不多啦，想不到墓园花的时间，大概是这个主建物的大概千分之一吧。随随便便就盖几个墓碑，实在盖得太随便了。墓园只是附属品，秋风花了多少时间呢？我也不想去算了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